这次为大家介绍的是塑料打火机镜头，它可以方便更换电池，每个电池能用2小时左右。打火机可打火充气，打火机外观多种多样，给您更多的选择。下面来看性能参数。下面我们看具体演示效果。我们现在演示的是4连3攻玩法。第一把爆了4，第4张绿弹。我们来验证一下爆牌的准确性。第4张5点，第3张3点，第2张2点，第1张4点，第4张最大。我们再来看一下第2把。第2把爆的是3，第3张最大。我们来验证一下爆牌的准确性。第3张8点，第2张0点，第1张4点，第4张6点，爆牌跟结果相符。第3把爆的是1，我们来验证一下爆牌的准确性。第1张8点，第2张0点，第3张3点，第4张7点，所以到第1张最大，爆牌准确。海量镜头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苹果5手机高清镜头，曲线滤镜，皮带双镜，皮包滤镜。